啊，下面念功有个简单的说明啊，另说贤劫共1050尊佛，那就是弥勒佛不算啊，这是另外一种说法啊。弥勒菩萨以后还有千佛出世啊，就是弥勒以下了。1001人，现在没成佛，现在他们是菩萨的身份，非所常见，故不详录啊，这就不多说了啊，把它省略掉了。以上第一品，以信闻识主处众六种成就为本经正信。那经中大比丘众12000人超越于经同于法华啊，这个表法我们特别要留意啊，说明这个经的重要性。你看佛说一切经，通常啊比丘众的人数都是1250人啊，唯独法华经12000人啊，这个经也是12000人啊，这就是这个法会跟法华是平等的。过去祖师大德告诉我们，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可以分为三类，小乘、大乘、一乘，分为这三类啊。小乘是讲声闻缘觉啊，用现在讲呢是念这个学位的啊。大乘是菩萨啊，一乘是成佛的啊。成佛的经古来祖师大德了啊，一般肯定的三部啊，成佛的经只有三部：华严、法华、梵王。梵王经啊，没有完全传到中国来啊，传到中国来只有一品啊，就是菩萨戒品啊，就这一品经，菩萨心地戒品啊。这一部经分量也很大啊，没传来啊。那么在中国呢，只有华严、法华，而祖师大德把这一部经判成华严、法华之上。为什么？华严、法华到末后啊，都是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这个讲得通，在理上讲得通啊。换一句话说，华严、法华是一乘经，一生成佛，这一部经也是一生成佛之后的书。又普贤最为上书，同于华严，一表本经之同于上之圆教而经也。
啊，这是原教一成的这两部经的，这个经跟他们等同，没有差别。啊，所以在前清彭继清居士称这部经为中本华严。啊，《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你看看这个意思。啊，这些祖师大德给我们的提示，我们要特别留意啊！啊，这一部经在整个佛教里头，释迦牟尼佛49年弘传当中，他占什么样的地位？啊，可以说这一部经是至高无上啊！不但等同《华严法华》，实际上他在《华严法华》之上。啊，《华严经》到最后的圆满，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到归极乐，啊，真正达到究竟圆满，这个我们不能不知啊。我们要是以华严法华来修行，这一生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那要修定呢。啊，法华三昧不容易成就啊！啊，华严经的法界观也不是一般人能够贯彻的。啊，你看这部经典的方法，啊，48愿里面告诉我们，临命终时生念必生，所以。善导大师赞叹，这个法门叫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掉。啊，我们遇到了，多么幸运！啊，纵然我们这一生当中，学佛也好，没学佛也好。啊，过去今生造了不少罪业，能往生吗？难。只要你从听闻这个法门之后，下定决心回头是岸，我不再作恶了。啊，我真正一心啊，修学是善。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他就行了。啊，过去造作十恶、无逆罪都行，都能往生，这还得了吗？啊，真的是回头是岸。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一定要珍惜。无比殊胜的缘分啊。第一品我们就学到此地，下面我们接着看第二品，德尊普贤第二。我们看黄念祖前面有个引言，第二品是上品慎重之补充啊，六种成就啊，众成就只说了出家的菩萨，在家菩萨没说啊，下面要把它补出来，本品之首。与菩萨众中啊，念出上首之贤护等
十六真寺。这十六位大菩萨都是等觉菩萨，全是在家菩萨。品末啊，这第四十八品最末的佛标语之三众，即诸天大众，以补足上啊，就是前面这一品六成就中之众成就啊，这在此地做个说明。由因着也，这叫特别要留意的。本品名得尊普贤，这个课题意思非常重要啊。盖表于慧之无量无边诸大菩萨，咸共尊修普贤之德。你说这经还得了吗？咸共尊修普贤之德在哪里啊？华严经啊。啊，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的诸佛菩萨通通是修普贤之德。普贤之德是十大愿望啊。啊，一生圆满成就。啊，那这个经不例外。普贤之德实业无量啊。啊，实实在在跟你讲，无量无边。而其心中之心，药中之药，则为十大愿望道归极乐也，是为本品之纲啊。这一品经的总纲领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啊。普贤的愿，普贤的德，真的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黄老说的好啊，啊，心药，心中之心，药中之药，啊，就是十大愿望。所以十大愿望，我们要学，能学多少就学多少，对自己决定有好处。啊，头一个要学的礼敬诸佛啊，对待任何人要礼敬啊。为什么呢？一切众生是未来佛啊，怎么可以不礼敬呢？啊，我们拜佛要拜三世十方诸佛啊，三世过去世现在世，这经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了啊，未来世呢？佛说了，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那我们对一个人不恭敬，啊，对一个小动物不恭敬，就是对未来佛不恭敬啊。从这里能看到普贤菩萨的大德大愿。啊，不但对一切有情众生，我们要有真诚的敬意。要有圆满的礼敬。华严经上佛告诉我们，情与无情同源种子，我们只说动物是有情的，那无情呢？植物、矿物、
山河大地无情啊，这无情众生同源种智，这个话不可思议啊！也就是说，这些无情众生也要成佛啊！现在我们明白了，以前这句话解不开呀。多少年呢？我们都被这句经文困惑，怎么讲法？我亲近很多大德，秦教的这句话都说不清楚。讲的比较好一点的，我们有情众生成佛了，山河大地也都成就了。这讲法没讲错，但是不能叫我们心服口服。一直到我们学习华严，学习贤首过世的修华严奥旨望境还原观，才恍然大悟。这讲到宇宙的缘起，讲清楚了，讲明白了。没有读这些经论之前，经上是讲得很清楚，讲明白，我们的根性不行，粗心大意，体会不到啊。经上常讲，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又说，无明不觉生三细。境界为缘长六粗啊，唯识经论上说的。我们也会说。总是讲不清楚。对这些经这个经文始终是模糊不清。在华严在还原观上才搞明白了。才晓得什么呢？原来所有物质现象里面都有精神的现象，心跟无不能分开，永远分不开的。一微尘里面有圆满的信息，当然情与无情同源种智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不但对人有恭敬心，对一块石头，对一粒尘沙都具足恭敬心呐。普贤菩萨的离境诸佛，你才能做到，你才能做得圆满。我对一切人恭敬，对天地鬼神恭敬，我对这个泥沙，对这些自然现象没有恭敬心，你的离境诸佛还欠缺一大块。自己不知道离境这个范围那么大，其他九条每一条它的范围都是变法界虚空界这是我们修学大乘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不能不知道，知道真干，将来往生品位高大幅度地把自己品位提升了。
现在我们看经文，啊，这段经文十六正思，啊，是补足前面菩萨众的，又贤护等十六正思。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极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啊，这是把十六位上首菩萨的德号介绍出来了。啊，这十六个人。这表法意思很深。啊，特别的含义，前面出家的菩萨只说了三位。在家的菩萨说了十六位。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清楚。这个法门特别是在家同学修的。说这个意思啊。啊，最适合于在家修行。这十六个菩萨他们的地位跟文殊普贤弥勒是平等的，等觉菩萨在家能成就啊，啊，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我们看老居士的注解。正思者，啊，这是先解释什么叫正思。度世经曰：开思、大思、圣思、立思、正思等，皆菩萨的一称。啊，佛经里面有这么多称呼，啊，你看到的全是菩萨的别号。啊，度世经里面说开示，这个开始开悟了的，不是普通开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人称之为开示。啊，菩萨了，化身菩萨了。啊，大师，你看我们称观音大师，啊，普贤大师，啊，也就是梵语里面称摩诃萨，啊，大菩萨，都是化身菩萨的称号。啊，圣思，这圣人，不是凡人。啊，这个圣是大圣，不是小圣。啊，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算是小圣。啊，这是大圣。啊，历史历宗密宗里头常用，啊，像金刚历史，啊，密宗是常用，啊，正史，啊，正史，无上正等正觉，啊，菩萨是正等正觉，啊，称正史啊。化身菩萨皆是无上正等正觉，啊，只差一点，无名习气还在，有厚薄不同，所以他还有41个阶级。
啊，他们对于一切净缘，确确实实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啊，这个我们都要晓得。下面我们再看真解云啊，这前面跟诸位介绍过啊，这是日本祖师大德的注解啊，正为正道，士为士夫，就士大夫，在家之臣呐。此等大事，外现反省，内深达正道故，居家名为正事。啊，这在家菩萨啊，那我们中国啊，在家修行呢，就称为居士啊，居士是居家修道。称为居士，啊，那么这些名称，大概啊，大事对于化身菩萨称得多。啊，对在家菩萨呢，开示、正事也用的很多，啊，常常可以看见的，啊，外现反省，啊，反省就是在家的身份，实际上深达正道啊，达是通达。啊，不是前场啊，它深大啊，这深的意思，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唐朝六祖在世的时候，他的麾下明心见性的人有43位。里面有在家居士，啊，证得化身菩萨的果位，又会疏曰：16正事者，文殊师利。严禁经，这是一部经的名称啊，叫文殊师利严禁经。这个经上说，菩萨84000，即16正事啊，可见的这16个人在世尊讲经教学当中常常举他们为例子啊，为榜样，为模范啊，这明知正事之名啊，云居家菩萨啊，这说明这16位都是在家的大菩萨了，不是普通人啊。正为正道，士为居士。啊，黄老居士这样说，我们就更容易懂得了。此等大事，虽
宝光合成。我们中国也有个跟这个性质完全相同的一个成语，叫和光同尘。和光同尘跟这句话意思完全相同。久处于邪道啊，甚达于正法了。古云正是也。这古大德为我们解释这个名词，说准上可知，正思者即在家菩萨。这做个总结，上面十六位全是在家菩萨，又十六者，密宗以十六数啊表圆满无尽，所以这十六个人，十六这个数字也是表法。用他们来代表圆满的在家中。出生意云出生意是一本书的名称这是论我们也可以说在这篇论文里面有书却有河沙尘海数量举十六位者以尘沙之数不出于此矣这都是说明十六是表法的我们不可以把它看作数目字看成表法了，意思就更圆满了。为什么？在这个大会当中，在家学佛，证得明心见性的人，肯定不止十六个。所以十六是表圆满。这个意思好把所有在家中修行达到这个层次的通通包括到了下面呢这一位一位的介绍先介绍贤护贤护等十六正士常见经论佛在讲经教学上常常举他们做例子甚思为梵天经即思义经列十六名制度论标十六但仅列六名标了十六他这个列名只列了六个人论语这个论是大智度论善守就是贤护行善护守是这个意思等十六菩萨是居家菩萨下列五名呢自不拘引就省略掉了证明这些人呢都是世尊所说的在家学佛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大菩萨四义经云若众生闻名者必尽得三菩提故曰善守这个三菩提就是
无上正等正觉。啊，可见得这些菩萨的智慧、神通、道理，能令啊一切众生听到他们的名号，都能够得三菩提。啊，所以他的名号啊，这法名的德号啊，称为贤护啊。善守就是贤护的意思啊。又大方等大集贤护经，这是世尊特别为大家介绍贤护正思。啊，把它作为一个，作为一堂课来学习。啊，这里面说，王舍大臣有优婆塞，名曰贤护，为众上首，居士众里面的上首。啊，又大宝积经。贤护长者会啊，宝集是世尊三百余会当中啊的一会，这一会规模很大啊，这一会当中啊，佛说了很多经典啊，说了几十部啊，这是一个大的法会，啊，时间也很长，啊，在这一会里面，宝积会里头也说了无量寿经，啊，佛说贤护长者重要事，啊，这个要是爱好啊，快乐的事情。其受于快乐果报啊，虽复逃离天啊，逃离地世天王又不能及，况复人间那么这个是有因必有果啊，佛法确实给人带来真实的受用啊！我学佛当年啊，因为年轻的时候在学校念书，受老师的影响啊，老师偶尔也跟我们谈到宗教，都说宗教是迷信，所以我们对这个误会就很深啊，不愿意接触宗教啊，都认为这是迷信。啊，我学佛的因缘是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啊，方老师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啊，我很好奇。啊，问老师，宗教是迷信，啊，佛教是泛神教，是多神教，
是迷信当中最迷信的。啊，他怎么会有哲学？啊，老师告诉我，他说你年轻的，你不知道啊。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学哲学吗？是从来没听说过，释迦牟尼佛是哲学家。啊，又告诉我，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个经上讲的，贤护菩萨学佛，得到法喜充满了。啊，换一句话是，得到世间最高的享受啊。这个话给我当年这个方老师啊教给我的是同一个意趣啊，我读这一句话感触就很深了。啊，这最高的享受得到了吗？啊，我学了59年了，明年就一家子了，啊，就60年了，真得到了。天天得到啊，就无比的欢喜啊！证实了古大德的一句话，说世味哪有法味浓啊？啊，世味是人间天上啊，要跟法味相比，那无法相比的。啊，人间天上是什么？是讲的人间的富贵。啊，我们中国人讲的五福。啊，富，拥有财富。贵，是崇高的地位。啊，在古代爵位也，啊，帝王公侯，啊，这爵位也，啊，那是有贵，啊，还有三个，多男女啊，就多子孙呐，啊，多子多孙呐。好德好善啊，不能没有这一条。没有这一条啊，纵然过去生中修的大富大贵，他很快就享尽了。啊，享尽了的时候他就败了。啊，富贵享完享尽了，他要是好善好德，你看享富贵又修富贵，那他的福报就享不尽了啊，生生世世绵绵不绝啊。最后一条，走的时候走得好啊，善终，中国人叫善终啊，走的时候头脑清楚，明明白白，没有痛苦，这样的人离开世间，他来生不是到人间享受富贵，那比这一生更高啊，那就他到天上去了，享天福去了啊，这叫五福。五福里头最重要的是最后这一条，因为什么？它决定你来生果报
如果走得不好，现在我们常常看到的老人痴呆症，这个很麻烦，这个不是好事情。老人痴呆症，我们念佛助念，他都得不到，这个利益他得不到，他决定随业流转。如果这个人一生积德行善，我们相信他年老不可能得这种病。为什么呢？他有福报啊。他有这些善行善德了，保护他。那我们学佛更要注意这一点。学佛临走的时候，如果是痴呆症的话，也是随业受报。不要说是你修学、修禅、修密，到那个时候，完全用不上力。就是念佛也没办法。我们了解这个事实，知道这个真相，就知道现在我们在健康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学什么。怎么个修法？这是这些年来我们常常讲的儒释道的三个根呐。这个东西不能忽略。不能不认真学习。你真正想累积功德。功德跟福德不一样。不能把福德当作功德。你行好帮助别人，那福德。你看看大魔祖师当年到中国来，梁武帝接见他。梁武帝是中国佛教史上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位护法，对于护持佛法真的是尽心尽力了。他以帝王的身份为佛教建了480座道场，这寺院庵堂护持出家人几十万人呢。照顾他们呢。他自己很得意。大魔祖师到中国来了，他们见了面。梁武帝就夸耀自己，替佛门做这么的好事，向他请教。实际上是夸耀，我在佛门做这么多好，这么多好事，功德大不大了？梁武帝回他一句话：并无功德。梁武帝听了这一句话就受不了了，很不高兴，把他赶走了，送都不送他。大魔祖师讲的话没错，他是个老实人。如果赞叹他几句，很大很大，那他就很高兴啊，就护持他了。这么就一闹翻了。这说明
梁武帝做的这些事情是什么呢？福德，不是功德。啊，功德是什么呢？功德是修行啊，持戒有功，有功夫了，得什么？得定啊！啊，得定是德，修定有功，开智慧了，因定开慧，开智慧是德。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与你修布施供养不相干，布施供养是修福。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如果当年这个梁武帝要问我的福德大不大，那一定大拇竖大拇指，很大很大。你的福德太大了，福德跟功德不一样，福德果报在三善道，啊，功德不是这样，功德是超越六道轮回呀，啊，成佛做主啊，那是功德了，所以功德跟福德了，一定要分清楚，要搞明白。啊，我们常常看到寺庙里面啊，那个装钱的箱子让人家去放钱进去，都写一个功德箱，错误的，那哪有功德呢？那所以懂得的人啊，他写的叫福田箱，那个对，啊，你是来种福的，福田啊，那个没有功德啊！你在寺庙里布施再多，没功德啊，福德，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不能够搞错了啊！我们学佛啊，福慧双修啊，所以功德福德。都应该要修啊，你只修功德不修福德，没福啊。啊，佛经上有个故事说啊，修慧不修福，罗汉脱空钵啊，阿罗汉证得阿罗汉果了，那是功德，但是没有福报，到外面去脱钵没人供养他。啊，没福啊！那反过来呢？修福不修慧的啊，大象挂璎珞啊。古时候交通工具没有车辆啊，啊，在印度、南洋都是用象来代替啊。国王出去坐在象的背上。这个像过去修仙人修福不修慧啊，这一生投胎堕得畜生道了，是过往起这个坐骑满身挂的璎珞啊，叫大象挂璎珞啊，这是佛在经上常常举这个例子，用意很深，我们要能体会到啊，福慧双修，佛并不禁止我们修福啊，就是修慧比修福重要啊，主修要修慧，就是要修功德啊，助修帮助修附带的要修福啊，福慧双修，无论在家出家都要懂这个道理啊！为什么呢？既然遇到佛法了，佛法的殊胜就是他给你机会在这一生当中可以圆成佛道，可以
永脱轮回。这个事太稀有了，轮回不容易出去啊，掉到这个坑里面啊，只有遇到佛法，你就遇到机会可以超越轮回啊，尤其遇到净土。遇到净土要真正肯干，没有一个不成功的。啊，这是真正解脱了。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这个身体啊，就是说在这一次六道轮回里头，我这一生是最后生，来生不搞轮回了。这个重要啊，你想想看，还有比这事情更重要的吗？这一生不能往生呢，那就肯定再继续搞轮回。轮回苦我们不知道，我们要知道就害怕了。那六道轮回里面呢，肯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暂。啊，你出不了六道轮回，肯定在恶道时间长。啊，这是我们不难体会到的。你看看我们生活环境，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到晚，你起几个念头是戒定慧，你起几个念头是贪嗔痴，你比较一下就晓得了。如果起贪嗔痴的时间比戒定慧的时间要多，啊，时间要长，那就三恶道去了。贪心魔鬼道，嗔恚地狱道，愚痴畜生道。啊，所以你要是冷静去反省一下，很可怕了。啊，我这一天当中，从早到晚，处事待人接物，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动的什么念头？说的什么话，干的什么事，啊，你就完全明白了，不用问人了，啊，自己来生往哪里去还不知道吗？啊，所以要想往生，就抓住这句佛号，啊，天天读经，啊，至少念一部《无量寿经》，啊，念一部经，佛号。越多越好啊！啊，佛号肯定要比胡思乱想的这个时间长，你才会有把握。啊，如果敌不过，那个往生还有问号，不确定呢。啊，诵经念佛。这是真实功德啊！修善积德，好事情，福慧双修，这样就对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